天呢，我们要写这学期的第一篇作文，题目是假刀假刀左右扒了云。恭喜你幼儿园毕业。谢谢爸爸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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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巧了，刚才客户给我15元红包，送外卖的，看他们怎么样，正好够你买一冰淇淋的。你老婆跟别人生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这孩子就是我。爸爸，你每天能赚多少钱？我买你一间女士店。我已经选好了一家福利院。按照流程，我们还是不能接受。我就是想在走之前给他安排好，我早点踏实。生活过着过着就成习惯了，亲情啊，压根跟图什么就没关系。可能只有面对向生死。